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，小宅化的风潮也逐渐兴起，市场上越来越多充满设计感以及生活化的单品，也让民众对于家具的选择可以更加的精准。业者也看准未来的趋势，发布产业年度报告，除了分析目前面临的危机还有转机之外，同时也提出未来的方向，希望透过转型满足消费者更多的需求。再来看到0403的地